场。我们这演，我都已经困到累成狗了，都已经。我们要成都了，去成都。看大家，一二三，嗨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正在离开厦门的大巴上面，摆渡车上面。拜拜拜拜，厦门。我们现在马上要离开厦门，下一站是成都。你们觉得还会来厦门吗？之后有什么美好的幻想吗？必然会。我觉得，我能感觉到你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会来厦门，然后还会做的那个忙，如果还可以的话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对厦门？牛。要走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是我第二次来厦门，然后我真的说短点。本来我觉得我会觉得这里不好玩，但是我来了之后发现我真的好好。下一个，洋洋洋洋说啥？快走，拜拜。你呢？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好舍不得。好，你呢？茉莉公主，我们到成都了。到成都心情怎么样？开心。你除了开心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容词？没有，蚊子少一点。蚊子少一点。感觉冷了。到成都心情怎么样？心情有点冷。女明星。我猜。那个来成都心情怎么样？有点冷啊！哎呀，大熊猫！啊，熊猫！合个影，合个影。